员是绝对不会跟大韩国党的政治人物有所牵扯吧？例如像是谈恋爱啊。拜托你不要轻举妄动，来往的人要挑一下。搞什么？他派人调查我吗？我已经警告你很多次了，不要来招惹如意员。俊和哥，你说我有反对的资格？这家伙不可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我恋爱的一切，东森戏剧台。